过来来看，旧历的七月份，真侪宫庙拢会来举办普渡法会，祭拜好兄弟。陕西义安宫今年伫咧法会结束了后，是来捐赠100份的普渡贡品，互中华关红旗乡协会、红旗职业协会甲漂流木之家关怀团队，做回来关怀需要帮助的家庭。旧历七月，真侪宫庙拢会举办普渡法会，祭拜好兄弟。为着让大量的普渡贡品会当有效利用无浪费，陕西义安宫今年特别捐赠100份的民生物资，让陕西红旗乡协会、红旗职业协会甲漂流木之家关怀团队。今天哈，是我们那个中原普渡过后，好，我们一些贡品哈，要给那个弱势团体，还有我们地方的一些那个单位哈，这个我们。第一个单位是我们的这个漂流木之家，好，啊，他这个是也是一个那个中继家庭的那个的单位，就是请他们过来哈，把我们这些贡品哈，把他们都带回去。庙方的干部人员协助将一袋搁一袋物资搬到火车顶。杨嘉义主委表示，即届选择的这三个受赠单位，平常时拢是咧照顾地方的低收家庭、边缘户等需要帮助的人，大家同心来做公益，把温暖传到每一个角落。杨公赞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陕西采访报道。